这个酸无鱼蛋汤啊，据说它的这个做工呢非常非常的繁复啊。那它大概是河南啊、山东一带的这个功夫菜，所以这次呢，在这个钓鱼台宾馆当中就端出了这个号称叫做天下第一汤。好，我先问一下亮哥哈，当然这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九二共识啦。那当然九二共识呢，其实就是两岸一家人的共识，特别是这个习近平讲嘛，口口声声的就是一家人啊，家人可以坐下来谈，然后等等之类来导播。回去啊，所以亮哥怎么看待这次马英九大陆给他的规格？连续两天央视头条哦，还有我们看到这场晚宴，你觉得透露出哪些讯息？不，这个万柳堂是北京的古建筑啦。嗯，不过我一直在注意那个汤是什么汤这样。对，这个马英九的规格大概仅次于莲湖会那一次啊，那连战。因为他是党主席嘛，而且那次是要有一个结果出来的，就是那个莲湖的五个愿景啊，所以连战是先去北京，然后会面之后他去黄帝陵，然后再回来北京，啊，这个待遇是最高的。那马英九是从南一路往北嘛，啊，那最后因为他现在没有身份，不过他越来越像是什么呢？越来越像是德国前总理的梅克尔，或者是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地，对，就是他们都是跟大陆友善的领导人。对，那我认为这一次这么高规格，包括东大厅的接见，包括之后的晚宴啊，大概已经帮马英九定位了啦。嗯，啊，就是未来两岸如果有 trouble， 他大概就会又出现这样。嗯，有他的角色，未来。所以我估计他明年还会再去了。因为肯定会有 trouble 的，肯定会有 trouble。对对对，所以，那为什么习近平愿意来安排这件事了？我觉得是这样啦，就是我觉得习近平对和平统一有话要说啦，啊，因为坦白说了，习近平，我今天就听一个朋友跟我讲啊，说习近平跟马英九的路线现在在个别的国内都不是多数啊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事实上大陆的整个氛围是武统，对，武统在上扬嘛，对台湾越来越失去耐心嘛。那习近平就还是用大局着想啊。我觉得真正落实软的越软，硬的更硬，可能就是习近平。嗯，就他这一次就是做到最软啊。最软的意思是这样啊，就是说。你如果愿意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啊，两岸中国人，那就可以坐下来谈了。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最宽松的民族概念了。就我没有要你先认同什么一个国家了这一类的，因为他知道民进党是不可能同意的嘛，啊，所以我事实上我也在讲，就是说，哎，中华民族，台湾的中华民族认同这个议题就浮现。对，所以中华民族有可能成为两岸一个最大公约数吗？我认为就是台湾的最大公约数，因为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就在我们美丽岛内部，我留这个言嘛，啊，就有戴立安就立刻寄一个民调给我。哦，对对，那个民调我们有，因为亮哥有寄给我哈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找出来。因为他说去年四月他就做过这个民调，对对。那台湾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，去年四月哦，对，导播把它找出来，对，有57.5%，嗯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大家熟悉的都是政大那个民调嘛。对，政大那个民调那个问法是有问题的啦，因为他直接问你台湾人还是中国人。可是中国人这个在概念啊，在台湾会被某些人误以为要他接受统一啦。嗯啊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事实上这样问是比较准确的啦。嗯嗯，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，你可以看到嘛。中华民族，对。哦，你看那个。你这里没有列出总平均呐，啊，这个总平均是57.5%，对，是有过半了，57.5%啊，而且20到29岁也有51.7%啊，对，啊，可是你可以看政大那种做法，你说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呢？啊，对对，那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只有2.4%，因为他等于是逼你表态，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要逼我支持统一这样。
对，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民族认同的概念。虽然大家看到，因为它有两个时间点，2012年到2023，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一份子，其实这个数字都是大幅的下降，这是差11年的。对，但不管如何它都还是过半，还是过半，稳定的这个过半。对对对对，还是过半。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双方，包括习近平也好，包括马英九，都是诉诸民族嘛，所以未来你觉得呢，如果说给赖清德一个解方的话，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解方？从民族角度来出发。我的话是这样啊，我是说习近平放软，愿意说你只要认同你是中华民族，那就可以坐下来谈嘛，我说这个叫做更软的姿态了。那如果这样你还不接受，那我讲白了，后面可能就是更硬哦。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了，因为这个大概是大陆能够给的最宽的条件了。就是你，因为中华民族事实上是国民政府提出来的概念啦，所以为什么在台湾还是有那么大的支持度啊？因为很多人在谈这个，就会想到中华文化、中华文明，那这些东西本来大家就比较能够接受嘛，那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接受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你跟我不同族是不是？那不非我族类概念就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想想大陆的老百姓会怎么想。而且赖清德在讲要洗涤人心是什么意思啊？毛骨悚然。国家重建，对，洗涤人心，对，台湾主权。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啊？至少我们今天已经听到一个新的新闻啊，陈建仁今天突然讲说，未来一个月要在国军内部做转型正义教育。对，我不知道他要干嘛。原来顾立雄来接国防部长就是有这个专长。就是有洗涤人心的专长，就不知道啦。因为这个坦白讲，这个民进党自己要思考清楚。可是我不管民进党啦，因为我对赖清德并不乐观啊。我现在是要讲国民党啦。事实上，对国民党来讲啊，因为他已经很久在两岸这个议题上陷于被动。对。那比如说有些人对马英九。就怕沾上这个统独的问题嘛，那很多国民党的人不愿意回答统独的问题嘛，那如果是在民族认同的大架构下，事实上我今天有问几个国民党的公职哦，那他们都可以接受，都可以接受，不同年纪哦，有问30几的，有问40几的，他们都可以接受啊，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。该把问题丢给民进党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去年4月这个民调啊，民进党有多少人支持中华民族认同，你知道吗？多少？40%，民进党内40%。那国民党是将近八，对，国民党大概是将近86%。对，用民族来出发的话，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嘛，对不对？不，两个党里面都有一些啊，对了，不同的成分嘛。我只是在跟你讲说。这个就跟台湾人、中国人那种问法完全不一样啊！那个民进党认同中国人的不到10%了，不到10%。那可是中华民族它大概有40%。这个就好像我们以前在问说，你是不是华人啊？对，你是不是中华民族啊？那如果赖清德如果把这个两岸的对抗从主权的对抗拉到。民族认同的对抗，那基本上就没救了啦。基本上就没救了。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是最后在认为说和平统一，两岸还是要接触嘛。那我就给你一个最松的一个空间。对。那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当然是立基于他对自己开始有自信了，就认为中国大陆应该是走向。现代化的轨道，那对未来时间认为他自己对自己有利嘛？实际上，我昨天也看到金灿荣老师啊做了一个视频，他说赖清德只要能够接受中华民族认同啊，就可以坐下来谈。是，实际上这样就已经放松，对啊，放松很多了。比如说，我也没叫你讲九二共识，对啊，也没叫你讲一中，就可以绕开九二共识。对啊，那就是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，就觉得说好歹。大家在共同的文化、历史跟民族的认同下，那大家就可以好好谈嘛。他就认为什么问题都可以自己来解决嘛。
这是很大的一个，我认为是很大的创新啊，很大，对，很大的创新啊，是啊，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急着要找马英九来谈这个事？你看马英九从头到尾的基调都是中华民族认同，对，是，对，那习近平就把这个东西给抛出来，嗯，我觉得他不是只讲给台湾听的啦，对。也是要做给全世界看，因为这个九二共识不管如何啦，这个民进党是怎么样都不会接受，对，只要谈到这个四个字，基本上门就关上了。所以现在从一中他也没有办法一下接受啊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让国际社会看到，说我已经给出这样的条件了，嗯，那他还是不愿跟我谈啊，嗯，那美国你要不要表个态啊，哦之类的啦，或者是我就自己必须要做我该做的事啊。所以我觉得，所以有一个朋友也跟我讲说，这是最松的一次呼吁，可是也可能是最后的呼吁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有人这样形容，就是最后的温柔。是啊，不就是软的更软，他做到最软了。这已经是退到最后一步了。哎，对对对，那如果你连这个球你都不接，那后面他一定会有一些非和平的作为的啦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对。Thank you.